知道是谁先？谁先从陈医师开始？都可以吧，就是他还会再剪。好，那我们就五四三二。欢迎收看白灯实验室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威农医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彦斌医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瑞峰医师。医师要有活力一点。好不想有气话。今天又来要怎么折磨我们了？哦，上次不知道是谁搞出那个流质的食物，真的让我阴影超大。越来越佩服开这么手术的病人了。对对对，真的吗？我觉得还蛮好的。以后可以临时喝就好吗？那我们两个可以离开，我们两个可以离开。因为上次呢，有收到热烈的回馈，就是许多网友希望医师们也试试看手术后必喝的营养补充饮品。我刚刚突然想到，我们下次应该弄一个是你恢复正常之后你最想吃的东西，我们来做这个的，不是比较好？对啊，什么牛排啊，对啊，炸鸡啊，跟那个冯医师请款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要掰上我们的饮品哦。好 ，OK， 那。这边这第一罐是原味桉树，然后是不甜。你这个喝一小口，你又倒那么多，你每次都喝一小口啊？你这样子有问小口吗？怎么有种药的味道？对啊，这好像也没有比较好。我连你都觉得 no good， 对不对？因为我以为它要甜，但它有点咸味，而且有种不好喝。它其实有点像那种婴儿奶粉。其实只有刚含在嘴巴里的时候怪怪的，吞下去之后反而是那个香草的味道，就是咸的牛奶的味道，有点加了盐巴的牛奶。对对对，这也是雅培的原味桉树精选，罐子比较不一样。我自己倒，我自己倒，其实没有那么咸，但真的很像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跟别人讲说要喝这个，病人也都是。如果跟你讲说你一个礼拜都喝这个，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？我会换其他，我会把它打成冰沙变冰淇淋。我觉得它比较像冰淇淋，奶昔。奶昔，对。哎、欸，对，刚刚忘了问农医师为什么会建议病人可以补充这种东西。那不是最后才要讲吗？我真的、啊。第一罐再咸一点，对。第二罐没那么咸，但是闻起来超像。好，桉树，又是桉树，雅培的桉树，香草。又是少甜，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？哦，是不甜跟少甜，一个原味，一个是香草。我一直以为会喝起来会像我们喝那种运动的那种高蛋白，结果完全不是。所以你运动的高蛋白比较好喝，好了一千倍，好不好？可是你知道这种铁罐的，其实它不是让你在家里喝，真的、哦。这个就我们讲那个管罐饮食啊，它的设计不是平常你可以喝，因为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入口的味道。对，其实通常这种都是直接到有一些生病的病人，他没有办法自己从嘴巴吃东西。要放个鼻胃管，或者是肠管，那个比较甜，然后对，真的很明显的香草味，有一种那种法兰酥饼干嘛，我拆封的时候就是味道，还是雅培，这个叫桉树佩丽，它是香草少甜口，那就这也不是一样吗？也是少香草少甜，香草少甜，但是它有优蛋白，听不懂，少甜啊，就比刚刚好一点，哎对，刚刚太甜，这好像可以喝酒一点。我觉得刚刚那个闻起来比较甜，这个闻起来就没那么甜，喝起来也没那么甜。对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口感。雅培桉树一样是桉树，然后这个是膳食纤维，听起来比较健康一点。喝了会拉肚子的意思吗？草莓减甜口味，好，减甜。一打开就是草莓的颜色，谢谢。哎，蛮香的。草莓牛奶适合做冰淇淋，这我可以耶，对啊，很适合做冰淇淋啊，这是甜点啊。听说这个销售最好。说到草莓牛奶，以前我们在医院都会有那个很大的那个脓包，在清的时候，有些血混进去的时候，看起来就很像草莓牛奶。还好你现在才讲。哇，下一个还是雅培，绿茶萃取物的绿茶口味，先抹茶会不会比较好卖？真的是绿茶，喝起来比闻起来好一点。对，但是我闻起来真的不是很好。你要试吗？为什么要皱眉头成这样，然后叫我们坐在这里？
觉得如果是热的，我喝热茶。对对对对，它冷的就怪怪的。我会以为它会像绿奶茶，对，是它又对不是茶，差有差有点远，喝起来没有。闻起来是茶味，对，你以为是点到星巴克的那个抹茶？抹茶，抹茶不是比较好卖吗？对，它已经停产了。找名字，名字对对，过期了。它停产了，但是它的库存可以买。对，蛮惨的，停产还买得到库存。我佩服冯医师。对啊，是不好喝啊，不算好喝，但没有到难以下咽。你真的好强哦。